我又嚟香港啦。今次我要去见苏，7:30由佛山出发。你以为路上有好少人，但系其实已经开始大塞车啦。6:30起身嘅我又瞓咗一觉。哇，咁快又嚟到咗深圳啦！而家过关真系越嚟越快啦，10分钟就搞掂。不过我喺呢度等咗差唔多20分钟啦。好多游客去香港就系想感受佢嘅繁华，但系我就好想喺香港感受佢嘅大自然。仲有一个站就到啦，终于落车啦，坐到屁股痛先。我都唔知道我而家行咗喺边度啦，迟到咗好多好多好多，差唔多成个钟。我离苏仲有啲距离。所以我哋约好咗，大家都向中间走。I just passed the 铜锣湾 station, and I'm heading to you. 我真系唔中意迟大到啊！行咗好耐好耐，我好心急啊，好想快啲见到 Sue 啊！俾你哋睇下而家嘅香港啦，你哋有几耐冇翻嚟啦？我哋好似越行越远，所以而家企喺度等佢，都系好兴奋，因为我系未见过 Sue 嘅。路上有好多人啊，我觉得我好牙钉啊，所以我一月企喺度等佢啦。我离远就见到佢啦。Oh my god, finally with me. How are you? I'm good. Okay, I'm sorry, I'm sorry. I don't know where are you.我都不知道你在哪裡。我剛才站在這裡。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寫的那個地方是去到那個蘇港，但他說銅鑼灣下車，我就不知道他會不會撞一個 stop， 我不知道是不是 last stop， 跟我說算了，下車吧，如果在那裡。It's around here， 所以我就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這樣寫，但是他不要緊，是啊，蘇真的很 nice 啊。We make it. Hello， 大家好，好开心今日 Gloria 可以落嚟同我一齐，唔知道我哋会做乜嘢 ，but we can. A lot of fun. You have my favorite. 呢个系最好食嘅。And this is like in Japan. I always get this if we're going to Japan. It's the tofu with the udon, and it's really good.、Really我和 Sue 谈了很多东西，我们谈了我们的学生，我帮你们问了 Sue 有什么打算，希望明年就可以搬回来。嗯， yeah， you have to。 嗯哼，你们吃牛肉啊？好啊，你试试这个，不吃了，你太大块了。如果你去搬回来就好，我就不用吃了。我一次一定要过来见你。我哋仲分享咗美国养老金同中国大陆嘅唔同。咁做满5年就可以攞翻嗰啲咩政府嗰啲退休政府嗰啲。哦，我哋嗰度要交15年，you know， 我其实净交过1年。我净交过1年，跟住好多人都同我讲过，你一定要交，我爹哋妈咪都讲，你是但揾一份嘢，你都要交去做啊。但系我会觉得。我咁耐先攞到，同埋而家你成個 project 都好 unstable， 又冇 BB 出世嗰啲，仲有啊！如果我喺公司做，公司幫我交一半啊嘛，但如果唔係公司做，我自己交曬噶嘛，係咯，我自己而家都等錢曬，我唔知要咁樣，係啊，所以我自己一直都冇買。所以你哋話你哋係5年啊？佢係啦，嗰一個州即係唔係算美國嚟咯。我哋傾下食下，傾下食下，食咗好耐，我哋要快啲食啦。Sue 带我第一次搭电车，坐在叮叮车上面，我突然间想起我最喜欢的一出戏。你没看过他的戏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喜欢看大戏，背解红罗、金叶菊、夜吊秋喜，还有陈世美。不知道90年代的香港是怎样的呢？一会如果有位我们可以去前面好一点吗？我就以为这个位置好一点。我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给 Sue。 我要送给你的。Oh,
我先讲下呢、這个，啊，我都唔知道买咩礼物俾佢，因为我想你带翻去易攞啲啊嘛，系咯，所以咧就买咗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我哋佛山嘅蓝狮，呢个狮子头系有三国演义嘅元素喺里面嘅，红色嘅头系关公狮，佢代表 Laurel and Righteous 忠义。黄色的狮子头是刘比斯，它代表着 royalty power。黑色的狮子头是张飞狮，代表 aggressive， 一般用来打比赛的。其实呢，它是一张交通卡来的，你到时呢 你一定要过来，你充值，你就可以充值的，这张就直接可以搭车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锁匙球，它是搭车卡来的。搭车卡你在广州，在广东很多个城市，在三百几个城市它都可以用。原来搭车、搭巴士。多谢晒，这个就真的一定要你上来用的。And then I can use... It's really cool, thank you. Hello, 我们现在呢就上去搭缆车上山顶。上山顶。这个是第一次。跟着他很久都没来过，所以他差不多第一次。所以我就讲不及。本来苏说坐前边，但是我们等了很久他都未开，所以我们就坐了上去了。我们现在还在这里坐着缆车。跟住好似我錯位，呢邊冇嘢睇。係咯，呢邊咧就係成日我啲。坐側邊真係咩都睇唔到噶，所以建議大家，如果搭纜車嘅話，盡量都係坐前邊啦。睇多少少。大概坐幾耐？係啊，一陣間幾分鐘就到啦。幾分鐘就到㗎啦。我哋要話好耐嘅先。有少少好似坐嗰啲慢速过山车咁样。落咗缆车之后，如果你买咗全票嘅话，你仲可以上顶，临时加飞都得噶。It's so painful the sun， 我要买太阳眼镜。我哋上到呢度，系咪香港最高嘅地方？唔系。嗯，系，嗰度仲有最高嘅地方。哇！你以前住嗰度咁好噶，超靓，系咯。你挂唔挂住香港啊？我好挂住香港。如果想苏搬翻嚟嘅，记得 leave a comment。苏都好挂住你哋，佢都好想留喺香港。啊，想走。係你咁樣就好熱，係咪？一好熱啊！你一咁樣就有風好涼爽。跟住蘇同我講咗呢個會展中心嘅故仔，係咪？跟住咧，我哋又可以見到西九龍喺呢度。本來仲想去睇聖誕樹，但係冇時間啦。離遠都睇到喎，真係好大啊！如果想我哋兩個多啲喺香港拍片嘅話，就記得留 comments 講蘇記得留喺香港，咁我就可以多啲時間嚟啦。我哋而家搭巴士落山，呢个系我第一次喺香港搭巴士。落山搭巴士可以俯瞰成个香港。You can see this is the south side of the island. We're coming down. Coming down. 我哋喺度等紧巴士。最衰我跑咗落下边，跟住呢个 building 系好高，哎呀，终于影完啦。咁苏话佢唔中意呢栋 building 啦，可唔可以同啲人讲下点解？太高，我真系好惊。如果打风咁点算 ？No， 我哋话啱先坐缆车其实好贵，所以作为一个 tourist 嚟讲咧，坐一次就够啦。好多谢，好多谢苏陪我坐咁耐，同埋应该系坐一程。一系单程，单程。你一定要喺总站，你要住 right 星期六日，可能就多人就喺总站上车。我觉得行呢条线嘅司机真系好犀利啊！上落山真系要好小心。你知唔知我同我妈讲话，我要去香港见你，我妈好紧张嘛？边个嚟噶？你有冇见过佢噶？你开住俾人呃啊咁？唔使惊。好 look forward to 可以翻上去见你。其实我好中意搭巴士嘅，因为可以慢慢咁欣赏路边嘅美景。巴士呢一刻，我觉得我拥有咗香港。我哋
咁、那个监狱喺边啊？我哋会唔会见到监狱？见到乜嘢？个监狱，监狱诶，唔会嘅。今次嘅意外收获就系前面嘅一束光。我哋而家喺 Danny Market。Danny Market 系啦，跟住呢度一般有咩卖？Pictures。Necklaces, jewelry, bags, clothes. 咁系咪一个 tourist place？ 定系好多 local 都会过嚟？嗯 ，no, not really. Just really tourists. 所以而家 tourist 真系唔多。你睇睇，今日星期四，咁应该唔好多。系咯，出面有啲好特别嘅建筑物。呢度系赤柱嘅一个海滩。跟住而家晏昼嘅四点左右啦。苏同我讲，佢好耐之前喺呢度住，呢度实在太靓啦！我哋忍唔住攀山涉水咁影咗张相，突然间好想配呢个背景音。够钟翻去啦，我哋搭小巴翻市中心。好彩嘅系，我哋睇到咗晚霞。我觉得呢间买肉嘅铺头好特别啊，同大陆嘅完全唔同。我要搭车翻去啦，跟住好开心见到 Su， 跟住好期待佢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嚟探我哋啦。佢出年嘅暑假就可以。嗯。OK， 咁多謝 Su 同我一齊陪咗我一日，好開心，係啦。Looking forward to next time. OK, see you guys soon. Bye bye.